迈入第20年，而且今天是11月3号，刚好1+3，所以种种的意义让我们呢促成今天的活动。然后大家站出来，包括我们的结合了我们的园林车站，我们园林市的我们的大家长，我们的游市长，还有我们的议员刘议员都到现场。最重要是我们这些姐妹们愿意大家跟政府一起，我们一起来反家暴零儿虐，这也是彰化县政府现在推动的非常重要的重点。我们希望透过大家的努力，公司协力，民众也能认知什么叫做反家暴零儿虐的这样的意义。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来消除暴力，让我们彰化县的不管是孩子、老人、青少年、妇女们都能过幸福美好的日子。那今天特别由我们国际蓝心交流协会、彰化县会、花枝乡会、园林会以及美俗会4个分会，那我们特别也选定在113这一天，在园林火车站举办了我们7反的宣传活动。那每一年的11月3号，就是由我们国际蓝心交流协会、中华民国总会都会在同一天来全省同步的举行这样子的一个宣传活动。那今天的活动特别由我们张淑静总监由台北一直南下，整个沿着我们的火车站11个点来特别做这样子一个宣传快闪的活动。那今天所有来自彰化县内我们所有的蓝心姐妹们，大家都用我们自己本身做妈妈的爱，我们期许可以一起的来宣传我们反毒品、反虐童、反家暴以及制止人口的贩卖，同时我们也要一起的来支持我们性别平等的工作。那所以在这一边，我们除了展现我们自己所有的才艺之外呢，另外待会我们也会将我们所准备的宣导品在我们沿着我们沿街沿路一起的来宣传发送。再一次的谢谢大家，遏止暴力，我们希望可以让爱串联。谢谢。